bus. 肚子里的怪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喜欢玩捉迷藏的怪物。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哦。大家快过来呀，我们来玩不同人游戏吧。我来了。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许笑颜，不许动。哦，有人笑了，自己出来吧。我们没笑啊。快来和我玩吧。是谁在说话？我来找你们啊。小朋友们别害怕，是我们呀。你们怎么了？刚刚有个看不见的怪物说要来找我们玩，太可怕了。看不见的怪物，他住在那边。我们去看看。不可能有看不见的怪物，他一定藏在什么地方。什么声音？就是这里了。怪物别过来。土拨鼠先生，我是杜兵警员，不是怪物。可是我刚刚在帐篷那边听到了怪声，太可怕了。帐篷那边，我们快去。餐盘里怎么会有耳机？大家不要害怕，拉布拉多警长一定能抓到他的。别想找到我，我就躲在这里。声音是从小仓鼠的肚子里发出来的。什么？我在这里。是怪物的声音。别害怕，刚刚的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。猴子弟弟，这个耳机是你的吗？是啊，我刚放在桌子上，还有一个呢。餐盘里的耳机，小仓鼠的肚子里发出怪物的声音。我知道了，很可能是猴子弟弟的耳机掉进了餐盘里，被小仓鼠吃到肚子里去了。怪物的声音是从它肚子里发出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小仓鼠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，我还提醒它要细嚼慢咽。那它现在在哪里？得赶紧送它去医院。它在那里。杜宾，快！小仓鼠，小仓鼠。好痛啊！求求你从我肚子里出来吧！危险！快看！被堵住了，杜宾，交给我。我的肚子好痛啊！
小仓鼠，你是不小心吞下了耳机，才会肚子痛的。嗯，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吃东西一定要细嚼慢咽，不能狼吞虎咽，否则容易消化不良，还可能吞进异物，导致严重后果。如果不小心吞进异物，要及时让大人带你去医院。大家记住了吗？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臭屁果危机！哎呀呀，快憋不住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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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红红的果子，看起来很好吃啊！哈！啊！太好吃了！吃一个！啊！再吃一个！啊！剩下的全带走。哦，肚子有点痛。好臭。那好，谢谢。好多吃的。真香啊。好臭！啊，太臭了，快跑！哦，什么味道啊？哎呀，受不了了！小心！田鼠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轮椅。奇怪，什么东西这么臭呀？小蝶，快侦测一下臭味是哪里来的。没问题。看我的超级机器人小云吞，出发寻找臭味来源。吞吞吞吞，快跟上。追踪气味，小云吞可是最厉害的。吞吞吞吞吞。哦，小云吞怎么了？忘记了，他也有点怕臭味。别担心，加个防护罩就好了啊。吞吞吞吞吞吞，找到了，就是这辆车在散发臭味。这辆车怎么开得歪歪扭扭的？快追！什么气味？我的钢琴！救命啊！危险！要得救了！哇，小蝶，你好厉害啊！那当然。你们快坐好。哇，躲开了，警长更厉害啊！杜宾，头伸出车外是很危险的。我的肚子好痛啊！大灰狼，快停下！糟糕，他昏倒了。是大鹰一家，危险！狗狗飞爪发射！孩子们，
大灰狼，这么多野果子，他很可能是吃了这种不知名的野果子才会变成这样的。快送他去医院。安全警长，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有些野果子长得很漂亮，但是不能碰也不能吃哦，因为野果子很可能是有毒的，吃了会让人生病，严重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，千万不要随便乱吃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啊，有屁屁的怪物。哇，好漂亮的蘑菇，一定很好吃。小海狸，快回来吃饭了。来啦！啊，真好吃！小海狸，你怎么了？蘑菇，我还要吃。咬得真大力，这中间一定有问题。杜宾，我们要马上找到小海狸。好。带上这个屁垫就不怕屁股被咬啦。哪去了？草丛有动静，快！那是，是小海狸。小海狸，它的样子好奇怪啊！嘿，小海狸，醒醒，小海狸！怎么又追我？糟糕！不要！杜宾，我们先到树上观察情况。蘑菇，大蘑菇！蘑菇？那明明是蝴蝶啊，为什么会当成蘑菇？那是？难道说？这是小海狸咬过的痕迹，我知道了。小海狸是因为吃了毒蘑菇中毒了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中毒？那它一定是产生幻觉才把我们当成蘑菇的。要赶快送它去医院。蘑菇，蘑菇！他在那边。
小海狸，快回来！快回来！这边，这边！哎，蘑菇，蘑菇！太好了，他真的把我们当成蘑菇了。我们继续演。啊！不不不！这边，这边！蘑菇，蘑菇！哎，这边，这边！蘑菇，蘑菇！危险！赶快送医院！安全警长马上开讲，小朋友们要远离野外那些花花绿绿看起来很漂亮的蘑菇，因为它们大多是有毒的，非常危险，千万不可以采摘，更不能拿来吃哦。大家记住了吗？披风大侠守护森林，维护正义，我就是披风大侠！哇，很厉害！各位市民请注意，最近闯空门案件频传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盗。如有发现钻地大盗的线索，请马上联系我们。好可怕！不要怕，让我来打倒坏蛋！披风攻击！没人就可以打捞一笔了。是钻地大盗，看我的披风攻击！哎呀！我厉害吧，连钻地大盗都怕我，别跑。哥哥不要去。你好，我是拉布拉多警长。拉布拉多警长，钻地大盗来我家了。什么？我马上过去。拉布拉多警长，我哥哥去追钻地大盗了。什么？这太危险了。我们快去找他。快！别跑！救命啊！抓到你了！啊！好痛！救命啊！我的宝贝都给你，全给你！钻地大盗被我披风大侠打败了。啊？什么？原来只是个小屁孩。哼，我是披风大侠，披风攻击！哇！披风再攻击！哎呀！居然耍得我团团转！拉布拉多警长，没事了，不要怕。站住！
风！嘿，站住！没路了，可恶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完了完了，有了！哼，哇哇哇哇！你来抓我呀！哎！可恶，又跑了！看我的！可恶，钻地大道太狡猾了！我想到办法了。无敌杜宾臭鸡蛋，我可是钻地大道，想抓我门都没有。怎么这么臭？臭死我了！打！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在遇到坏人时，不要慌张，更不能逞强，千万不可以和坏人发生正面冲突，应该保持冷静，尽量躲避，或者想办法寻求爸爸妈妈或者警察的帮助。一定要记住哦。喂，毛毛虫恶作剧。毛毛虫真好玩。难道大家都怕毛毛虫？糟糕，毛毛虫有毒。伤口处理好了，等一下就不痒了。毛毛虫都生活在树丛里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，一定是有人恶作剧。
我想起来了，早上我在打太极的时候，看到小灰狼在树丛里鬼鬼祟祟地抓毛毛虫。嗯，是小灰狼抓毛毛虫恶作剧，我们快去阻止他。哦，用毛毛虫吓人真是太好玩了，毛毛虫大军所向无敌。手上怎么痒痒的？越来越痒了。哎呀，身上也好痒呀。毛毛虫，快走开，快走开。不要过来，救命啊！是小灰狼，在那里，快去救他。别咬我，别咬我，好多毛毛虫。到处都是毛毛虫，我们小心点，快！好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离开这里！有办法啦，超级无敌龙卷风。哦，可怜的孩子。我再也不敢乱抓毛毛虫了。安全警长马上开讲。小朋友们，有些毛毛虫和小虫子是有毒的，被蛰伤的话轻则红肿发痒，严重的话还会危及生命，千万不要触碰，更不能用来恶作剧哦。如果虫子不小心掉到身上的话，不要直接用手抓，要用工具轻轻弄掉。你们记住了吗？